会再来找我们，所以这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要做多一些警惕的那个宣传，呼吁大家要小心。这里还有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啦，是最新被揭发的这个照片是在 Facebook 的 page 筹款的，然后同时我们在这个凤凰新闻的那个专业那个网站可以看到同样的照片出现，所以再次证明这些照片都是被利用在本地拿来筹款，然后这个是本地人的名字和户口，所以事实摆在眼前，不是每一个网络筹款都是真的。